Hello，大家早安，我是小何，欢迎你们收看小何这期的视频啊。今天家里面不是过节嘛，一早就起来在忙碌着，小妹帮打下手，她帮把那些小菜啊，该洗的洗，该切的切。我等一下就开始炸那个鸡翅，已经把油倒入锅中了，这是老妈自己种的油啊，花生油。然后这里是我打的鸡蛋跟面粉。这是我腌制好的鸡翅，放有盐、胡鸡粉。等油热了就放下来炸。油锅里面的泡泡有点多，然后等炸完鸡翅就要开始忙着炒菜了。不懂好不好吃。现在我老妈在砍鸡，本来我说我砍了，我不懂怎么砍。等我明天再去街上买一个架子，然后摆放在这边。今天太忙碌了，到时候好砍菜。关门了，不搞菜哟！年纪冇冇忘记啊，不了呢。我上次讲什么是工行金来堂给啊？够浓哦！阿妈，你也找婆婆帮你啊？啊，对对，干了来厝了来咩？你不欠伊嘛？我不欠伊，还要给伊买个姑娘。你讲欠账，你讲麻烦吗？阿妈，几时分切出来嘛？啊？你分析咩？阿姨，分析几时分啊？红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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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啊，人有那人做些给媳妇好吗？你给媳妇帮帮手就好些吗？哎呀，没人讲笑诶。那个我干嘛老爱咩？那个是隔壁啊，当隔壁不是？大哥来蹭饭吃了，大哥。等老妈把那个鸡肉砍好，我就下厨炒菜。小妹在煮青椒。妈的，我们录小啊！你还好吧？没搞。他怎么做工有点熟熟哎？呀！哎呀，你干活比我厉害。今晚上给你奖励个鸡腿。唔长又冇重量啊，几包冇重就担过来，笑啊！惊呀，冇重量超多时间超。快点重量啊！冇冇冇样子。你冇嘴啊？冇嘴。你啊冇嘴啊！刚刚炒好菜了，然后现在去叫姑姑跟叔叔他们下吃饭。耶！阿姑，吃饭。这是大姑姑。阿叔，我哪来啊？我。杭西杨花子给。哎，俺刚一次几个砖呢？前两个砖呢？现场。嗯，这班咯，没买菜哇，姑。有啊，慢慢炒。给慢慢吃啊。放量慢慢。辣椒、蒜、剧情。表弟表妹也过来了。没炒，肯定的啊。阿妈吃饱没？吃饱了哈。顾客。哟，这个胖胖的美女是谁？发福了不？嗯，美女要培养培养。还以为煮熟了是安培啊 ？OK， 好。看看吃饭还看手机？是、啊。
老六，你吃饱了呀？吃饱了。我说你现在有钱了，连锅你都要丢了。你把那个锅打包回家用呗。那个锅穿窿了，老妈要拿来喂鸡用的。换做十几年前，老妈早拿去街上找那种老头啊，补不起来是吗？但小时候老是这样子啊，一去街上啊，我跟红艳就跟着去，然后他就去找那个老头，在那里敲那个锅，咚咚咚，在那里修锅。嗯，是你。没来啊，你老爷公，妈，你老爷公出去啊？你在啥？干嘛？没有，你要千万喂无死角的拍我、啊、不是因为你太美了，不想跟你说话。你打干嘛睡翻睡一下中台吧。有这么久吗？这样睡翻睡一下中台、吃得慢呗。有不要什么给睡得多啊，睡得冲啊喂，赶紧给睡三碗闷闷的饭。他吃三碗满满的饭，老妈说还少，不是他吃的也多好吗？我叫他少吃一点，我跟他讲中午吃一碗饭就得了，我说少吃多餐，他说吃一碗饭饿死我，我吃一碗饭不饱。吃一碗饭也饿死我啊。他吃了三碗饭他还说没吃饱。啊、哦、服了。那可能在医院那里人家就这样子惯着呗。反正他现在已经150斤了，再吃到过年估计要200斤了、你信不信？嗯。然后人家怎么说，全家上下没有一个是。跟你一样，你也是那么肥，我也是那么肥，为什么我也那么肥？你有的吃啊。我115了，你有多重？我110。一百多少？110。没前途，准备要超越我了。大爷的。130。表弟表妹，你是83呀？8岁。哦，那就跟猪妹妹差不多，猪妹妹比她小一点。我是高跑，到高啊。没到高、啊。86啊。猪妹妹到这里啊。猪妹妹矮一点啊，猪妹妹才没有7岁，6岁多。有，圆圆比他还要高，圆圆到我肩膀这里了。他穿的那条裤子，我以前也有一条。没有你短，我也不会多想。我不是给你了，给了你一台手机了吗？晚上谋杀你。你们两个一人一台手机，你还嫌弃？年纪轻轻就用上苹果手机了，想当年我连苹果手机都没得用。想当年有个 vivo 都开心死你。我有个诺基亚，我都开心得不得了。两姐妹在收台。屁股比我的还要大，可你骨头那微喵微干呀？等一下我揍你们两个！我还有你们两个小时候剃光头的照片哦。要不要？要不要我塞到所有镜头里？在那个稻谷田那里拍照的照片呢？你有我的照片啊？你去哪里偷来的？是你去哪里偷来的？你那里有啊？我 QQ 空间那里吗？不是。朋友圈啊？不是，反正哦，我以前给你的那用的那个手机啊？不是。你别吵吵，我说有就有。有就有哎，我还有你剃光头的照片。哦哦，好像就是你 QQ 空间，你私密吧，赶紧私密起来吧。啊！村姑。好辣眼睛啊！那你们两个搞卫生了吗？我偷懒了吗？好，拜拜。哎，我才是两口茶。阿妈，我要大包给你转公司。我呀，搞啊！我平常是哦，唔知家困的好，老是啥也得大包让我转咯，哟。总有给总有给耶！哎呦喂，哎，阿妈不能开灯不会啊？哎呀，哎不会呀！就是奔着姿势来，阿妈应该给一扎五扎。挨扎，挨扎。一股吸油味嘛？放油吸油，哪有油啊？一股酱油味。有的吃就好了，你还嫌弃？这什么油面粉？给你做双扎呀。那油面粉拿给他，油呀油分量用耶。有吗？那里拿另外一个肯定有。对呀、啊。哎呀。是有啊。是啊，吃的那么肥去你。对呀、啊。减肥了你。我靠。阿妈，你刚才那个冷门机开一开呀。哎呀，我想到就是中老大夫
阿妈，我都咕咚哎，你嘛，烂货才能不出来看。那每一件都能拍到几十块钱，咱去拍卖都能卖几十块。哎妈，我怕买个烂粉基本呐。太有价值了，我给他收藏。吃饱饭了，然后今天的天气有点燥热。等一下的话，我要去街上做个核酸。好像是说我们老家这边有疫情了，他们学生的都停课了。今天就是过节啊，简单的吃个饭。然后今天小何的视频就跟你们分享到这里啊，喜欢的关注走一走啊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了哦。